奥迪 Q8 假装吃喝，在线看电视。奥迪这个屏幕啊是非常清晰的哈，在线看电影，腾讯视频。手机投屏，手机上的电影可以直接投到屏幕上，还可以实现有线 CarPlay 转接无线 CarPlay 哈。奥迪 Q8 的话，它是原车支持有线也支持无线，返回到原车很轻松的哈，直接点进去，无缝隙的切换，不影响原车任何功能。